Okay. 827 736 我买两个洗脑丸哦。好，洗脑丸能干嘛？增加理智值，它可以延长你的探索时间。我买两个，还是我买四个啊？啊，没有，要一、啊、买三个，然后一个老板这样。对，那我买三个。啊，不好，我可以当老板吗？你要当老板？充地图。充地图哎。好，那比较好。充地图要老板吗？都已经充地图了，三个人充地图不要，充地图不要老板吧？充地图四个人进去了。圣木还要带吗？我觉得带着会比较好，圣木他可以挡鬼啊。你去看那个圣木的那个说明。他说在鬼附近填了上面可以那个，哇，215块耶！哇，你们五级耶？那什么？打火机，打火机还在一个。强光手电筒不够，一定要买强光手电筒哦！我来买。哦，你够钱吗？我215块。好。光说那个谁的头挡在我面前。哦，对。要不要买盐啊？其实不用看。盐不要，盐不要，盐不要，盐听说超费的。放个三个可以收。我买两个、哦。运动感应器要求6，要求7。我们赶快到等级8，买头戴式摄像机。今天你买电手电筒了吗？我买了两个，我还没添加。你要好，添加了。要买荧光棒吗？就试试看吧。荧光棒在干嘛的？大。它也可以顺便验指纹，然后也有亮度。啊、大图很有用。如果四个进去的话，总共可以拿12样东西吗？现在11样，3、4，可以啊，不然可以带一只看看啊，先试用看看啊，带一只试用看看。那我买。等很久了吧？我先偷个蓝的。你们用那个封音盒，他真的有在讲话吗？为什么我怎么感觉好像都没有回应的样子？他有种奇怪的声。他说有些鬼会回复，然后有些鬼你问了100遍，他不会回复。好了。好，我们买了3个洗脑丸，然后。洗脑丸啊，还有一个荧光棒。为什么要买洗脑丸？我要去学校。对啊，我不是说中玩那个吗？中地图吗？我不是说好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又还没。在讲你在讲什么？我真的听不懂。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要玩学校啊。我刚才不是说要玩，你也说好。我才选的，应该是我跟我妈在讲的好，所以。嘎哥一个，嘎哥一个。我开始哦 ，OK。这画面卡在球这里，靠边。看他居然是幻影，等一下我要看一下幻影的特征是什么。Shadow。他也不会穿墙啊！你们进去了吗？我怎么一直还在？我也卡，我也在卡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可能地图比较大吧。等一下，我靠！怎样？啊、
真的很大。啊？没有，你看那个我们那个黑板上面的那个地图真的很大。我还没进去。我卡在90。还在读取吧。Objective。好久、哦。啊，你娘，还是地图太大了吧？我还在90哎、欸。哪里考？那久啊！傻文，你干嘛这样看地图？人家比较近啊！啊，这地图好大哦！天天四个人，有办法躲吗？有。我们只是加带几个、啊。我只是加带几个、啊。我还没进去哎、欸。要等一下吧。我怎么卡在？要等一下。等一下就好了。它有一楼、二楼，哎，嗯，那它等级是还是业余的？对，好。嗯，真的 ，Thomas， 就是。拍摄水槽的真脏。来，照相交给我。捕获照片。好。啊？洗脑完。荧光棒太大只了。我拿个荧光棒。拿个赖的圣木。我拿。哎、欸。像收音机的。它怎么会变来变去？它有16个频道哎、欸，它有16个那个监视器画面。那、啊、所以我们不用拿那个摄像机了。应该是还是要，因为它某鬼还是会出现在某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某个房间是它的鬼房。它可以回应所有人。嗯，它有建议物品吗？测光地图。洗脑完哦。哇，应该很难，我觉得。ENF 跟那个温度计在谁手上 ？ENF 在我身上。没有温度计。没有温度计。哎、欸，打火机哦，有，吓死了。洗脑完我不带哦，我带。我拿本子。那我也不带。我拿书本跟照相机。啊，这一台是什么？那个是板吗 ？Angel， 你通灵盒。通灵盒我拿吗？还是塞乎？我拿啊。那 Angel， 你书本给我好了，然后你拿那个。那个什么，圣木，因为圣木要打火机 ，OK。我没有打火机啊。打火机在下面。那我的手电筒就没办法拿啊。哦，是哦。那圣木，没关系，打火机不用带，打火机你带圣木就好，我身上有打火机。哦好。打火机一个人带就可以了。但这个是有血迹吗？还是怎样？哪里？污渍吧。干，污渍里面哦。脏东西、啊。走了，出发吧。嗯、那下面有像方块的、啊。走了。嗯。紫光手电筒能带啊？我带荧光棒。荧光棒也可以啊。带紫光手电筒好了。好。哦，校车哎、欸。不能上去。这是废旧学校。酷哦 ，High School， 高中生。哎、欸，刚那个鬼叫什么名字啊？哎、欸，我靠，你们这一关地图超大哎、欸，是吧、啊？Josh Thomas， Josh 吗 ？Josh， 对，那个 Josh， SH Josh， PH 不发音。你自己看一下，不然你又不放心什么？好，看你娘的没有个乱的。哦，篮球场哎，干嘛灌篮？嘿，可以拿球。紫光手电筒完全照不到。看这个人，所以要拿荧光棒。
啊，你这也太大了吧！那边声音，门的声音。有人拿 ENF 吗？有，在拿。好。ENF 这样讲起来很麻烦，讲到强度计了哇。讲到 EN 就好了。EN。他说我要拍张。干、欸，我看不到你们了。你要找个头，你们就人就不见了。OK。这边后面走。哦，干。先看一下那个饮水那个水槽，饮水。我刚才我本来感觉要讲饮水机，饮水。等一下你们跑去哪里？我都看不到了。我们在里面啊。老婆，你不要一个人自走来走去啊，一起走啦。啊，你们没有没有那那对，我们没有手电筒啊，很难看呐、啊。天教，你跟你带伞，我跟老爹好了。我很暗，他紫光的也照不到了、啊。那我带彩虹，你跟老爹走。我的很暗，紫光在那种黑暗、啊。我买了两个，我买了两个强光诶、欸，我怎么拿是一般的、欸？不知道你为什么拿一般的、啊。奇怪，算了。我是很好奇这个。这么大的学校的鬼到底是？我怕是恶魔哎、欸，听恶魔最恐怖。他如果直接攻击，我们就确定是恶魔，就直接走了。这边还有路路走。来这边，来这边。哪里？我真的觉得他手电筒设计真的有够烂的。不是，他故意的。像强光手电筒就真的很亮，老爹拿应该就强光。啊，可是他人只要站在手电筒，对，没有。我只要带一支线，我就看不到灯了。我跟老爹带一支线的话，我就看不到老爹的灯了。我就说设计他妈有够烂的。写实也不是正常，写实也不是这样。那故意给你那种气氛呢、啊？你怎么变那么累个、啊？我看有没有补充。现在一人一间是不是？很厉害，等一下来就一人躲一间就对了。先小解一下。小解一下。骨头很明显吗？白色的。它就在地上一白色的一根而已、啊。这里没什么，对吧？感觉没有说很明显，但是。你就看到一个白白的，那应该就是。哎、欸，这边为什么墙壁都没有灯啊？你们画面会不会裂格、啊？不会、啊。奇怪，怎么那么裂格？有了，有灯了。哦。那走廊应该是没有。怎么？你妈，这两个跟小偷一样。感觉我们看这边欧骂吗？哦，得到了。通常开电灯开关会在门的附近，找一下。嗯。很不符合逻辑。这学校不是都已经废墟了，怎么还不停电呢？这边哦，左边这边，这没什么，要不要去二楼？好啊，我们应该只是逛个半圈而已。对啊，要这么大？就是，都逛各一半看看呢。二楼喽。我那边还有一张椅子，你们看看下面这边有没有什么？没有吧，先把我们没东西。可惜。
什么事？看人家杀了 charge， 吓一跳，后背，有点无聊，至少有点紧张气氛。这样应该有超过五分钟了，一定有，太久了。好的，嗯，最后一个出来要关灯呢。好的，嗯。EF 都没有叫吗？哦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觉得我们要不要把门打开？这样才知道我们 check 过。嗯。看这间怎么没灯？哎，有，有在那边，比较远一点。电话是拿起来的。有。现在没有。有没有蹦？没有啊。哎，这个，最近我不知道灯在哪里，算了，关掉了。没关系。对。我觉得我的日子会掉很快，难怪他这个需要洗脑丸。哎，真的有洗脑丸这种东西吗？应该是有吧。应该是有，但是我们不会叫洗脑丸，它应该就只是刺激大脑，让你激素分泌加快之类的，类似肾上腺素那一类的东西啊。对，就让你短暂清醒。其实你后面可能会变更累啊之类的。我喝咖啡比较好。这是什么教室啊？讲堂吧。讲台吧，怎么样？好老哦，这个学校。这一定是公立的。完了。记得关灯哦。好的。嗯。门都开着比较好吧。对，我觉得门打开，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走过，不然太大了。不然就是门鬼关的，鬼关的那应该我可能可以照得到纸。我觉得这关不是温要加买个温度计，就是EM那个EM这个要再多买一个，然后22走。嗯。关真的太大了。嗯，所以说我们东西真的都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刚刚三关。我不知道。应该要把我手电筒重买。嗯，其实强光手电筒还蛮贵的。很贵啊，它，而且它买的，你只要是买的道具，你好像只能带两场，你第三场它就一定会不见。哦，是哦。我刚刚买的东西。在第二场结束之后出来，我的东西全部不见了。Oh. 我是还活着出来的哦，所以不可能是死掉里面的。没关系，听说玩更大地图或是更专业的地图，就钱会赚更多。门不要关哦。好，嗯，是关灯就好。好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安静，你的鸟真吓死我。我妈在里面，他们就叫了。对，好像都没有什么线索，连就是真的都没逛到，连那个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没有关。而且 ENF 都没有叫，对啊，我是没看到，有人在叫而已啊。你们有人身上有带十字架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刚刚不是说不要买吗？嗯，好吧。因为有些鬼不会怕啊。没有，没有骨头。我找到灵异事件了。
啊，你看这本书。哎呦，这么快啊！烤鱼。走了走了。靠背啊，别急哦。对啊，一定的。关灯哦。好。难道你牙刷不沾水吗？厕所。好。哎，有水！水没有了，我开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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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以开哦。可以啊，这是干净的水。都把它装满。好，水看起来一点都不干净啊！我是关火，啊。关起来好了，不然好吵。啊？我尿尿一下。啊，走吧。你等我一下。好吗？好吗？我去。不要。走了，关灯哦。哎，电灯开不了。不知道，灯开不了，这里开不了，其他地方的灯能关吗？我灯在闪，在闪，我的也在闪，门关起来。ENT 没叫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哼，闪得很开心。要叫鬼吗？鬼名字叫什么？叫西。汤马斯吗？不是，是叫西。对，汤马斯。汤马斯。对，叫西汤马斯。等一下啊！哎，手电筒没开。在闪吗？我没在闪啊，那算了。对，没在闪。走吧。那应该是在这附近哦。灯也开不了、哦。嗯。电闸跳了。嗯。这里没有锁就出来吧。赶紧说。哎，电闸在那边。哈？我开了。什么都没有。可以开灯哦。好的。这灯没东西。不用关起来。你在哪里啊？没有，我也找不到人了。电灯关起来啊！我现在在外面。好，我先把灯关起来。好累格，我天哪！为什么你会很累格？我没有。我 FPS 现在在47，可能是我开实况，或是地图太大，机体啊，我机体就跟 L4D 跳掉一样。哎，在闪，在闪，在闪！可以呼叫他了。关灯，关灯，关灯，大家都关灯。Josh Thomas。Josh Thomas。你不关灯呢、啊？不能关啊！那不能关，他自己在闪啊。ENF 根本没得救。跟刚刚那个鬼一样。灯又正常了，干你！哎，按到了，正常正常了，走吧。不是你们，我，好，算了。怎么了？没有。那边还没看过。我找有水的地方，而且也没有骨头。你怎么关了？又关灯了，又关灯了。What do you want？
欸，他是不是要那个叫完一次之后要那个？你们灯要关掉，你们灯要关掉。我关了，灯要全关。好，关了，都关了。Gosh, Thomas。Josh Thomas， What do you want？ 没有。What do you want？ Can you talk？ 你能说话吗？What's up, man? Speak to us. 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很细微的咚咚咚？没有啊。还敢下来啦，冰鸟！我看一下。Are you angry？ 他好像是，他这个通影板在用，是不是你还没侦测完之后，他只能用一个问题？他又在闪了，又在闪灯了。在闪了。Josh Thomas。对，他在闪灯。Are you angry? Okay. 没反应。可是我看那个紫光灯还在闪。我没有啊。Oh, Thomas. 我关掉了。我说你看，正常正常。Give us a sign.没有没有，举手吧。嗯，这通讯板问题一大堆。因为它读取的速度很慢，网络上面在讲，他们是讲说你要讲完一句话，然后等它跳出来有没有侦测之后，才可以讲下一句。又在闪了，又在闪了，又在闪了吗？我的手电筒又在闪了，在闪了。那你关掉，关掉，我再看看。关了吗？又在闪，还在闪。Josh Thomas， 还好，不喜欢。Josh Thomas。What do you want？ 就正常了，就正常了。算了，走吧，走吧。门是关的，我们刚刚有关门。我关的，我关的，我关门的，我刚刚有关门啊。敢不小心拍了两张，靠背。不要，你是怎样自拍？就是那边有上门，也没有骨头。这地图很大，可能是我们没找到吧。嗯，地图太大，而且 PS 五十也没有骨头。脏死！没有，又在闪了，又在闪了。嗯，你们手电筒在闪吗？有，我的手电筒在闪。怎么可能在？往后推一点。嗯。还在闪。关掉，关掉，我看看。Josh Thomas。三，你就直接说你可以现身吗？你可以现身吗？嗯，没反应。Give us a sign。就正常。但这鬼很害羞哦。我记得我昨天在挑衅鬼的时候说个 fuck 字，他好像就会来攻击我。我们去下楼看看吧。这楼逛完了吗？这楼逛完了，因为门都开着，对不对？他是有二楼。把门都开了。
对啊，他只有二楼。好。听到你们的声音。对啊。而且你的 F E M 又在闪了。我们要先进房间躲吗？哎、欸，有听到？我听到了。对，大家赶快进来！他在外面。有手电筒关了吗？关了，关了。Fuck you！ 干你娘！哎、欸，三五，靠背啊！干三五，他妈被你害死了！相机啊！靠背、啊！哎、欸，老婆你，这也太快吧！啊？好妖啊！哎、欸，摄影机、相机谁要拿？都满的、啊。那个摄影机跟相机嘛，姐姐你身上是啥种东西？是手电筒，然后相机，相机还有书，对书。那个谁身上是不是有拿那个木头？我是拿荧光棒，然后 EM， 然后手电筒。啊，那个 Angela 呢？我拿着木，我拿着圣木，然后摄影机跟紫光手电筒。跟、哎哎、紫光哦，那算我死不掉、哦。我拿照相机跟又来了又来了又在闪，好妖啊！他在外面走，他在外面走了。没有没有，刚刚是发生什么事？我就改了一遍，我们门关着，他还冲进来，他直接穿墙了，他会穿墙，这个会穿墙了。真是直接穿墙走了，守卫黄。我就讲，我就直接讲了一句 fuck you， 他就冲进来。没有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正常。对，现在怎么办？他这个应该是攻击力超强的吧？被你 EMF 没有叫吧？对不对？没有，都没叫。我从头到尾都没听到 EM 的叫声。都没叫。那我觉得这一关应该需要的是温度计，温度计更好找。刚刚抓我的那个鬼好像老阿伯。这关关了，太久了。我觉得这关有点那个太大了，阿伯再来一次好了。太久了。张武在叫 ，fuck you， fuck you。哇。阿 Q， 有阿 Q， 来了来了来了，阿 Q， 来来来，来了来了，不是也是个阿公，拿斧头的阿公。他走出去在门口吧？没有，他走去那个楼梯那里。Fuck you！ 上楼了。Fuck you！ 走回来了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哎、欸，不见了。Fuck you！ 哎、欸，嘿嘿，怎样？正常。正常吗？嗯。Fuck you！我的投影板坏掉了、欸，而且坏掉了，投影板坏掉了、欸。它显示什么？没有，它不会动了。它、啊、不会动了。啊，它那个数字不是会只有上下跳吗？对。我现在打开那个投影板，那数字不会跳啊。你换东西再换回来看看啊。它不会跳。Fuck you！ 那你移动看看呢？可是我回音呢？来喽 ！Flash Thomas，
来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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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在外面，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。我现在在外面，我帮你们看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通灵板丢掉了，我通灵板好像没啥用啊。不然你们就全体喊啊！全体喊就不是按对讲机的那种，是按另外一个。V 键。嗯。Hello。Fuck you。Fuck you, man。有，你们有回音呢。我刚才讲话有回音吗？等一下，我把 DC 关静音，你们再喊看，怎么样？哦Hello，Hello， 有。Hello，Are you there？ What the fuck, man？ 对，同一版真的坏掉了。哎，你们看一下，坏掉了。我现在正常的。会跳吗？速度会跳吗？他是不是有在跳啊？来了，他找不到后面，找不到后面。吓我！我滚到后面呐、啊！我后面吗？刚才他出现是被拍到了。那手电筒还照得到吗？他刚出现在你后面，老婆，他刚站在这边。好、啊，哎、欸，就来那边了。嗯。好、哦、呀，我往后拍。应该剩一张了吧？还是剩两张？一张。Hello。也没办法拍水。Hello。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你们那个白雾啊？看到。我没看到我有白雾啊。我也没看到我有白雾。Hello。Hello， 他有写字吗？欸、我刚那个书放地上，你看一下他有没有写字？外面走廊地上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Hello， 你看我腰，什么？来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他在外面，他在外面。他出去了。他往楼梯的方向走了。你们打开门的右边。他上楼了。上楼了。Hello， 我上门。Hello。老师，他为什么要上楼啊？为什么又进来 ？What do you want？ 他的魔只是让他这样走来走去的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Fuck you！ Fuck you！ 那你就来练习喊了，那就可以招魂了。我呢 ？Are you ready？Let's go！ 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蹦恰。恰恰，啾啾恰。What is your name？ 哎，有这个吗？像没有没有。我看一下。Hello。Hello。来了。Hello， 来喽！我不知道是在里面哦，我看一下外面。没有。Hello， 哇塞，没？那我的赖大嘞，赖大嘞。Hello， 又正常。
老爹，你照一下地上，我看一下我的耐刀。耐刀在哪里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地上，这边地上，那个木板的地上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你脚下，这边。你脚下。好。要把子宫丢掉了，子宫感觉完全没屁用。子宫。光哦，紫光哦，紫光。哎哎哎啊！等一下哦，因为鬼有独特的脚步声。把这个关掉哦。尸体真的是很特别。他一直往上跑，可是我也不知道鬼有没有在楼上。Hello。我来了来了。不是，是你们吗 ？Hello， 我没动手电筒。没有在走路吗？没有。Hello， 来大家不要卖酱油。干你娘！干我死掉！干他要买酱油了，生气了。怎么在那边抽到我这屁股一直在咬啊！我也看到了，超会咬，我都停了停了，这个屁股停了，好美啊！美啊！干掉！那你想要买酱油？妈的，他从哪里来的啊？我拍他来的了，我拍他照片的时候干，他一定是很喜欢你的屁股。好肥，这屁股太大了啦！小五，啊，没事没事。下午我们去找脏水。可是我觉得至少要拍到脏水，不然都没有那个。那电话响了。我觉得这个很难找，地图太大，最主要就是你就算找到，你不见得跑得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也是啊。我觉得不见得跑得出去啊。好了啦。我们耗这张图耗太久了。我们现在理智应该都是零。稍微，不然我们回车上好了。可是车上怎么回去啊？啊，你看现在连车上怎么回去都不知道。看一下。你一个走廊走到底，你就会看到那个出口。心跳很快哦。他在门口啊，他在学校门口。这个啊，老头有胡子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出口，先把老爹他们送回去哦。好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你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哦。出口是不是这一个？对对对，出口这边。好，我们带老爹他们回来。我去看一下车上的数值。哇，你们的 Angela 零，是不是有门的声音？我们应该都是零了吧？对吧？姐姐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车上。你先进来，先帮他们把一下风，看一下，因为当鬼从另外一边走，怕他等一下绕过来。好。你说我在鬼出现那个地方吗？对，刚中间大厅这边，你在那边中间那边等一下。好。老婆，你看得到我相机拍什么？你站大概这个位置，要往那边，往左右两边看一下。好。被带上过来。拍是什么？看不到。哦，老爹他们在。我开那个 J 来看。就老爹，你们出门之后，打开门口之后往左转。哎，对，我这边都现在强度嘞，看不到哎、欸，因为我在帮你们挡风。那直接走，直接走，没关系，直接走。出门之后左转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左转，然后嘞？转，等一下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，我再帮你们看。往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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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走，再走，再走，再走。好，老弟右转，啊不，左转左转左，哎右转右转右转对，右转对右转对，直接出去了，左转直走又出去了。好，
那是太大了、啊。可是这才中型呢，何况后面的大型，我们怎么玩？想要随便乱猜是不是？有一个任务解了。就发现灵异事件，不是见证灵异事件。那我们都一耶啊，猜一下是什么？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从第一个可先撇除掉，没有指纹。他一定没有意念的。对，没有意念，没有指纹，也没有意念。他没有指纹是？没，对，刚刚找了那么多都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所以应该是没有指纹。哦，赤谷航空吧？赤谷航空刚刚是不是有看到？我刚才好像隐约有看到，我记得好像有看到赤谷航空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玩。可能是梦魇。嗯。也有可能是恶魔或是幽灵，就这三个。没有，我问你，他攻击你的时候，你是关灯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手上没有灯啊。那刚刚他攻击彩虹的时候是都没有灯，好像是。我跟你讲，梦魇。刚刚我被抓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全都关灯？特征梦魇，梦魇在黑暗中更有可能攻击你。对吧？梦魇。梦魇看看吧。好，梦魇梦魇的。我来了，需要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梦魇吗？我还梦魇怎样？选了梦魇了。通灵和灵球吃管寒温。完吗？等一下哦。好吧。好，等一下我都选一下梦魇哦。嗯。好 ，OK。走了。嗯。走。再见了 ，Score。对呀，是开车才是老板的，说不定哦。Welcome back. There's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暗影呢？我靠！为什么？10块钱？二三五，55块钱。你们按 ESC 来看这个照片。那是谁啊？我就看到你拍那一大堆柜子而已啊。上面呢，他不就有丢灯？这是我拍的。看到那个 JJ 死掉那个大腿，一边的大腿。啊，塞我屁股了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塞我的屁股。塞，你按 ESC 看看啦。ESC。啊。有看到照片吗？好，我看到照片啊。这个大腿是那个 Angela 的啦。我那个时候，你们在讲说他在外面，我就冲出去直接拍一张了。你们看 DC， 你看 DC， 我明明就看到这张，我拍的呢。没有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呢。对啊，我看到还是很屁股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呢。对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。来啊，脱个蓝的。我有看到屁股哎，我看到我的屁股哎。这个，我看到的是这个。我看到的是月大腿吧，很像月光的东西。好了，该休息了。嗯。OK。哎，那地图，哎呀，因为没有人拿十字架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拿十字架。对啊。那刚那只怪是什么怪啊？暗影。暗影的，是吧？好吧，完全没有带到。没事，好看。可以去。退出。啊，休息啦。有了，至少赚到55块钱。嗯，赚了赚了。70块。啊。好了，休息了。OK。拜拜。拜拜，晚安。拜。
Bye.